赵安堂，赵安堂，台中古迹赵安堂，竹围梁，河干净，就地取材真环保。太子楼，烟淹没，平民建筑险拆除，学长姐齐努力，抢救赵安大行动。建光国小位于台中市北屯区，附近都是从化区，加上快速道路通车以及捷运完工，使得学区内的大楼愈盖愈多。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的学长学姐曾发起抢救赵安堂大行动。当时赵安堂还不是古迹，正面临台中捷运和铁路高架化工程而要被拆除。学长学姐们曾写信给市政府官员，并拜访台中市市议员。经过不断的努力之下，赵安堂终于被列为台中市市定古迹。在2015年1月1日，《国语日报》以两个全版漫画的形式介绍抢救赵安堂大行动首部曲的故事。可是后来赵安堂又发生什么事呢？赵安堂，赵安堂，小学生护赵安堂，做姐姐，画桌历，一起认识赵安堂，访议员，捐经费，分享赵安堂之美。小小兵邓麦丽风华再现赵安堂。到了2018年，我们学校另一批学长学姐们看到已经被列为市定古迹的赵安堂没有经费整修而破损不堪，于是展开二部曲，再现赵安堂风华的故事。这一次学长学姐们如何让赵安堂再现风华呢？他们合力制作简介、桌历等文创品，并担任小小导览员来介绍赵安堂的建筑特色。当我们升上5年级的时候，学校老师和我们一起讨论将 SDGs 融入这一次的学习活动中，从我们小朋友的生活环境出发，将全球与在地之间有关经济、社会、环境等三大面向议题纳入主题探究的学习活动当中。我们更邀请已经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传承经验，更跨高中到国小不同学习阶段共同合作，一起展开抢救赵安堂大行动三部曲的行动，希望能达到永续发展、永续学习、永续课程、永续关怀的目标。来看一看我们又做了什么。第一个就是结合环保议题，采取节能减碳行动。因为赵安堂建筑特色是就地取材，非常重视环保。我们看到正厅屋顶上是以主管为梁、合杆为顶，屋主表示房内冬暖夏凉，根本不用开冷气。可是我们现在住房子为什么反而要常开冷气呢？所以我们调查如何降低室内温度，做好节能减碳，例如减少开冷气时间，使用节能标章的电器用品等。最后我们统计平均一个人在1星期就为地球减少约5万公克碳排放量。第二个就是与印度小朋友线上交流，进行跨领域的学习。台中市曾因空污议题而被新闻媒体关注报道，同时在印度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泰姬玛哈林，原本洁白的大理石开始变黄，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严重的空气污染。于是两边学校小朋友针对空气污染对历史著名建筑的影响及防治方法进行交流。第三个是实地走访家乡景点，制作环境走读地图，在美劳课进行跨领域学习，一起合作以赵安堂为主题，将环保公园、自行车道、志宏池等相关环保景点以创意的方式呈现出来。第四个就是研发赵安堂文创品，举办义卖活动宣传。我们将绘制赵安堂不同景点制成桌历、明信片等文创品，也在儿童节跳蚤市场活动中设置摊位，摆设各种自制的赵安堂文创品，进行义卖活动筹措费用，也介绍赵安堂所面临的问题。第五个就是运用线上大风游戏进行跨国交流活动。我们设计出抢救赵安堂大行动大风游戏，运用视讯设备让更多人透过游戏的方式更深入认识赵安堂。我到新天鹅堡参观时的导览器只能用听的，所以经过讨论，我们录制赵安堂原屋主的影片简介，
制作 QR Code， 让大家可以扫描就能线上观赏赵安堂特色建筑的导览影片，并结合 SDGs 制作出中英日三国不同语言的版本游戏。我们收集家人及同学的建议之外，也调查282位同学玩过后的意见，有 96% 同意很好玩，有 92% 同意可以认识赵安堂保存及 SDGs， 也有 98% 可以清楚知道拍摄影片中原屋主的介绍内容。我们带完十个班级玩过大富翁游戏之后，有超过90%以上的同学能从导览解说中知道保存的重要性，也能从游戏中认识赵安堂问题与 SDGs 关系，思考在气候变迁下如何保存好古迹，最后能从日常生活中落实节能减碳的环保行动。我们的行动效益及影响力有哪些呢？除了全校宣传之外，运用视讯与他校及外国朋友交流，更向家人及一般社区民众宣导。而台中市客委会也特别邀请师生出席赵安堂整修说明会，在国语日报有10篇相关的报道，国立教育广播电台也采访我们的故事，还有成立脸书粉丝专页，持续关注。我们会继续为保护赵安堂而努力。赵安堂，赵安堂，亟待整修赵安堂，访屋主，制影片，介绍赵安堂家园，行走访，详记录，绘制走读大富翁，玩游戏，乐中学，永续保存赵安堂。